咁而家咧，我就會去出機票啦，出機票咧係需時嘅，咁我會係逐張逐張咁樣。滿載而歸啊！大家努力啊！係啦、啊，喐下手，喐下腳，總之有動感係嘛？係啦。OK， 多謝得啦。一係麥當勞，一係咩啦？佢哋咧？哦，嚟曬啦！嚟曬啦！好，首先咧，我哋咧，大家係咪手頭上面都有你哋嗰個團員手冊啦？係，咁我哋打開睇一睇嚇。我哋全手冊，可能對佢哋嚟講就係點做，不過就未必理論上好深。嗰個都唔知，都係好 practical 為主咯，即係可能佢拍一兩個人。係啊，即係 practical， 即係如果我睇中意嚟講，你唔 practical 唔會有趣咯，就係。即係一定要動手做，佢哋先至會攞到少少嘢翻。九區哦，加入的是九區，我們在。对吧？我们来学校，我们这个学校原来的这个理念叫教科研领航，因为五十中这个集团啊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在安徽省应该也算是非常牛的吧。所以我是上一周五布置学生先回去自己尝试量制，当然在量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家长帮助。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咁多，我哋第二组啊，今日犀利，我话我哋分咗两边去观过，好，饮杯饮杯，好朋友。小熊的家，你小学生嚟就好。我哋都系小学生。小学鸡啊！好。喺度玩咩啊？呢个咩嚟噶？即系摆唔同位置就唔好。唔系，呢个咩嚟噶？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呢，不用切换任何画面，而且叠在一起写的，这也是我们在业界领先的这样一个叠字填写的技术。冇断言词啊，唔知得噶。